绝不还手啊！别忘了你的承诺啊！说好的，来了啊！告诉你，我先一个左支，再来个右支，来个左拐，来个右拐，我来个左勾，哼，怕了吧？怕了吧？六本六十万，六本六十万呢！ 我来了！啊！我可喝好了，不还手了吗？哎，我这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条件反射。你没事吧？我怎么不过轻轻推了你一下，至于过成这样吗？我轻轻推你一下试试，你不心疼我，我还不心疼我自己啊？哎，摘了吧，看你难受。哎，就是，你快走开，你走开。我当时也是条件反射，情不自禁，我给你道歉，这样能满足你不？满足什么呀？ 260万啊！你给我260万，我让你打我一顿，你当然满足不了我了。我欠你的，我都会还给你。拿着不还？经验教训，血的教训，珍惜生命，远离赌博呀！你这回知道为什么要踏踏实实生活了吧？不好意思。 真不知道踏实生活该怎么过。要不要我教教你？活成你这样，活成我这样怎么了？活成我这样，起码活着呢，活下去是你的当务之急、重中之重，懂不懂？算了，我好人做到底。但是在我传授你这些独门技艺之前，你怎么也得走个形式吧？我没非逼你卑躬屈膝给我磕头啊，但是你怎么着也得拜个师吧？那你也得先露一手呀。嘿，考我是不是？ 你这有多少钱？我的卡都被冻结了，这还是我卖点卡的钱，就这么点儿。2600啊！哎，来，干嘛？你欠我260万，我拿2600怎么了？开玩笑的，才2600，我的千分之一。 不少了，可以的。可以什么？就这点钱，我得够我妈过一个月呢。2600过一个月，挺滋润的。弄不好还能让你吃上鲍鱼呢。别开玩笑了，2600我一天的开销都不够。我要是能让你用这2600块钱撑过一个月，而且过得还不猥琐，你是不是就得跪地撒响头的拜我为师了？嗯，那倒是可以考虑。君子一言，几匹马都难追。哎呦，这还真挺不舒服。 哎呀，这谁发的？也不太管用啊，还是他。